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现在排位，刚才好不容易打到三等钻，一不小心又掉下来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不带个 S 人，不带个 S 人他们都看不起。哎呦，我还是等下用这个气左右打头阵啊。走你。哎，好像刚掉段他就会给你一个。就是相当于什么对手人机的对手，你看你们这个又有吸人又有什么的，一般来说打到这个段位的话好像都有、刚才也没有进忍者是吧，到上忍三才有进。我们来看肯定是个挂机的啊，过来，他都不知道跑啊！哟，哎呀，哇，不科学！你是挂机的，不要这么激动啊！我打个挂机的都这么费劲啊！小萝莉。来吧，姿势！哦，大哥，你是挂机的，不要这么激动。做好你的本质工作就好了。就知道，现在没挂机的。绝对挂机就要做好他的本质工作，他的本质工作就是让我们去上分，是吧？过来，叉区一呀，再一，再砸，再 A 起，再 A。我明白，这边怎么说不来。火烧屁屁喽！好，到了上等三。如果是新到刚到这个刚升一个段位，他会给你奖励的。但是我没有给我奖励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被打，刚才是被打下来了，是吧？因为我刚才也在上了三的位置，然后又被打下来了。哇，你看现在一到上了三就是这么多 S 呢，看得我都怕怕了。说的，好吧，还是这个阵容。没办法，上分你就不要讲究什么，要拿的是吧？拿那个比较顺手的上分，不是开玩笑哦。要不玩上分就去打匹配就好了，匹配练忍者啊，妥妥的。来，先来一个技能，就知道他会过来打我起。再砸！呀呀呀！打不到喽！飞我！不要脸啊！哟，居然给我分身！哎呀，插死他干什么呀？让我放个技能也好呀。哎，赔大了。咋整呢？先开个二技能吧。还是先开个一技能。走你！哎，你想干嘛？你飞呀，你飞呀！哎呀，这都能踢得到我，不科学呀！切，起，你在动，有本事你给我分身，死了吧！他怎么不分身呢？啊，这么嚣张！
哎，掉线了，掉线了，哎，来高兴。气意，我比你快，哦，插歪了。哎，插不到我，哎，碰不到我。哦，妈妈呀，爸爸呀，我来了呀！我靠，这时候开蛤蟆干嘛呀？我的哥呀，我的天呀！哎，有点傻，没事。哎，为什么？古云冷火。啊，小说看多了。哎。吸你妹的，过来！有本事你给我分身，有本事你给我分身！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科学！啊、他已经算好这一步了，是吧？不解风情的家啊，这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这个西佐又飞了。哎，有本事！哎，不错不错，还是打死了。哎呀，差点就被他放跑了。啊，今天就玩到这吧，再玩久了我怕我会输的，输了就不好意思了，是吧？没面子了啊。下次。